女经理一拥有甜美外形以及高挑身材，凭借直爽个性成为各大综艺节目的常客。平时她除了工作以外，也有经营个人 YouTube 频道，以旅游美食内容为主，吸引超过 8.7 万人订阅。日前李一在现实动态透露，预定频道上新影片首播后，临时发现需要更改内容，于是将影片下架再重新上传。没想到有网友私讯她，直言常常点进去影片都不见，批评她很不认真。对此李一强调，自己绝对是最认真的人之一，被这样批评让她无法接受。她录外景节目会随身带相机，在收工后抓紧时间去拍摄，出门三天两夜拍的素材可以剪出7支影片，而且他工作频道都是外景，还能每个星期准时上片，甚至频道除了剪接师，团队就只有他一人，让他愤愤不平直呼：“真的不能说我不认真，除非你比我更拼。”